Hello，大家好，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文具。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啦。那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，是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带来一款特别特别可爱的，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迪士尼动画片《风中奇缘》当中的这么一个主人公。他的名字呢是叫做 Viana，是这个动画片当中的这个印第安人小公主，也是非常的可爱。然后我们这边呢，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开箱的展示，希望你能够喜欢它。然后它这边的头发呢，是一个黑色头发为主，面部呢是一个类似于我们的印第安人的一个造型，同时呢眼睛非常的大，比较的炯炯有神。眼睛的这个眉毛也是比较深的一个眉毛，然后是有一个抹胸，小的无袖小抹胸。这边的项链也是超级超级的可爱，我们可以把它拿过来看一下。然后我们这个项链呢，是在整个动画片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，在它的小衣服下面呢，是可以给它打开来的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小的工具。还有一个小的这个裙子是可以放在它的旁边，我们可以把它的小裙子呢是拿过来，在上面呢有些小的花，小碎花。小脚丫呢也是特别的可爱，是一个比较的这种干干净净的小脚丫，然后没有穿鞋子。看起来的话呢，是这个比较的，干净、比较的素净的一个小姑娘，但是她的头发非常非常的厚重，这头发我特别的喜欢，纯黑色的，黑色的厚厚的头发。除此之外呢，整个娃娃还是非常的灵动。他的手呢，现在是不能够动的，但是他的其他的部位，比如说胳膊啊，比如说腿呀，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拉伸。我们可以让他坐下来，然后他的头也是可以转动的，非常非常的可爱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 Viviana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？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千万不要忘了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一个留言，或者是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的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去推出新的视频，如果是有订阅的话呢，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。可以在下面呢，也是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，加以鼓励，那么我们就会非常的开心。不知道你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娃娃是不是特别的棒？总之呢，我在玩的时候呢，也是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，特别特别好玩。那也希望你能够喜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，看得愉快啦。